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注意，有人。那个美女，你怎么了呀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家是住在这边吗？我需不需要我们给你送回去啊？不用，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。不是，你放心，我们是过来旅游的，不是坏人。就是我看你状态不怎么好，我们就是比较担心你嘛，你坐在路边不安全。我给你送回去吧。哎，好，哎，我拉你。哎，你手这么凉啊？来来来，快上车。哎，你先穿个衣服，我看你手挺凉的，一会儿感冒了。啊，谢谢。这里有一点吃的，你要不先垫个肚子，这个让身体暖和起来。你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，我看。没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们说吗？我们都是年轻人，就是也许可以帮到你。没事，我就是分手了，心情不好。哦，分手了，很正常吧？这个东西不合适就不强求嘛，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是看缘分的。其实我觉得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，就对我好就可以了。是啊是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嘛。我到家了，谢谢你们送我回来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各个民族相互帮助嘛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上面有我电话，到时候如果你心情再不好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陪你聊天嘛。谢谢你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要不到我家吃饭吧，我做饭给你们吃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这个车上有泡面，我们就自己随便凑合一下就行了。你要不就到我家吃吧，休息一下，都过来了。回去你们在院里先坐一下，家里的灯泡坏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随便坐一下休息一下就行了。你先坐一下。哎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地里摘点菜，咱们中午吃。好好好，那麻烦你了啊。没有没有，您坐您坐。好。哎，好。哎，我回来了。那个家里的那个，你说灯泡不亮的那个，我帮你修好了哈。啊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不是，它就是接触不良，我把它取下来之后重新安了一下。我还以为灯泡坏了，不然我还得开车去镇上给你买呢。太厉害了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有什么厉害的？家里还是得有男人才行啊。我去给你们做饭，你坐一下，你休息一下。好好好，那我帮你吧，我帮你。啊，好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啊，怎么了怎么了？没事，小伤口。你切到手了吗？啊啊。你家里有没有创可贴啊？没有。那我去给你买，那我去给你买。不用去不用去不用去，我冲一下就可以了。不不不，你这个待会儿感染了，我去给你买。哎哎。那个创可贴我给你买回来了，你把手包一下吧，待会儿我怕你这个感染了。好嘞好嘞，谢谢。要不这样，我去做饭，你就不做了，你这个手也不能做了。你会吗？我肯定会啊，我肯定会，我去做饭，我去做饭。谢谢。没有没有。啊，你还挺会做饭的呀。那肯定啊，这个做饭是川渝男人的标配嘛。啊，我尝一下。你尝个肉嘛，你尝一下味道。嗯，味道还挺不错。是吧？嗯，我也尝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你叫我老陈吧。嗯，老陈。哎。你谈恋爱了吗？没有谈恋爱呀，早就没谈恋爱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都结婚了，谈什么恋爱呀？啊，结婚了呀。你嫂子应该很幸福吧？是啊，她在家里平时也不做饭的，都是我做饭，她洗碗都不想洗。结婚挺好的。嗯，你吃吧。还有这个菜你也尝一下。嗯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，我们车就在这边，我们就直接走了就可以了。嗯，还会回来吗？可能会回来吧，因为我们反正自驾游嘛，是到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嗯，谢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多，又是换灯泡又是做饭的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收下。你一路平安。好好，那我们就。我还可以给您打电话吗？可以啊可以啊，你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嘛，我陪你聊天嘛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嗯，好，一路平安。好，拜拜拜拜。